你就是主角。人生如戏，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。您是否曾经想过，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配角、小角或是龙套？不，自从你哇哇落地起，这世界才新生的主角。你就是这出戏的第一主角。剧本就在你的四肢脸庞上，而心灵就是这戏的导演。人的一生，有时要为父母、为妻子、为儿女、为所爱的人而活，有时也为了名声、地位、金钱、理想劳碌终日。但是千万别忘记，你才是主角，要珍惜你的剧本，随时要倾听心灵的话语。你就是主角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。朋友，让我们的演出真正不要辜负这大舞台的合作，也不要辜负造物者独特的恩典。不分季节，不选日子播种，在土地上流汗，尽管大地没有马上回报，我们应该能以芬芳播种，因为我们是生命农夫。日日在土地上流汗播种，一代、两代、三代流汗在土地上，尽管没有马上得到收获，仍然以芬芳的心勤奋播种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农夫，农夫就是主角。